主料：冬瓜300克，包心丸260克，鱼丸200克。辅料：盐一勺，芹菜10克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冬瓜去皮，切片，芹菜洗净摘成小段。锅内水开后放入冬瓜，然后加入肉丸和鱼丸，煮沸时加盐即可。烹饪技巧：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